王者荣耀公孙离新皮肤下周上线，皮肤彩蛋透露了未来的五款皮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指尖上的王者。前几天就有网友在微博爆料关于公孙离的新皮肤，如今连技能特效和海报都已经曝光了。话不多说，先来看图。该皮肤据爆料说下周上线，所以有想要入手的鹅可以准备了。不过有秘诀的并不建议去买，首先都是一个史诗级别，所以等阶相同，技能特效又不是很华丽的皮肤，我感觉有一个就挺好了。当然你是土豪，是搜集党，当我没说喽。彩蛋并非只有一个，在左边的位置还有三个人影。看到那头蓝发，我突然就想起来了，想想公孙离的名字无限欣赏官，而他们五个阵容是无限王者团，或许王者荣耀是要打造一个无限系列的皮肤，而且并不止这五人。